如何下功夫去做？这个星期，这个二十七号，5月27号，这来临的两个礼拜的星期六，大家先来认识每一个学员，来6点就可以来。哦，不好意思，不是6月，是5月，老师打错，一直不懂为什么会讲6月，5月27，不是6月 ，sorry， 5月27，2 weeks later。这个5月27号呢，记得大家写下来，还有 Google Form 那里可以发给大家。6点或者6点半，你来坚持斋，供养免费的斋。那么也要学员们赞助这个斋，要有谁发心的，要结善缘的，可以跟丽丽说我要供斋50块、100块、500块，随你供。那么呢，供斋给大家吃，广结善缘，种下福田。那么大家来吃的时候，可以认识所有的学员们。我们的学员们很可爱，很正能量，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哦，你可以认识很多的学员们，以后我们可以帮忙对方嘛，对不对？找工作啊，找生意啊，大家成为一个大家庭。所以老师鼓励大家6点15分就来了吧，来吃斋，大家彼此认识彼此。然后呢，7点半老师正式开课，开这个课呢，老师现场让大家如何调这个七轮，如何冥想，那么如何增加大家的能量场，来准备。老师再教大家如何挪我们前3次、前5次的福报，今生能够享用，然后再造福人群，帮助更加穷苦的人。这样子呢，我们做人是一级棒，一级棒，这一世是不枉此生了。你说对不对？要不要来？肯定要来。为什么？是免费的课程，教大家如何达到这个境界。如何达到这个境界？入场免费，然后呢，5月27号呢，会让大家了解如何达到吸地的方法，快速的方法。刚才老师解释过了，介绍咒音的大威神力，然后呢，如何观想使你增加你的能量场，配合我们的七轮，再加上火的力量。当晚会有一个护魔，就是火供。火供那个火，老师会教大家如何观想我们的七轮，念你本身的咒语，有一个特别的咒语，你一念，念的时候呢，再配合这个火的力量的话，很快速的能够让我们实现我们的愿望。这个是密教的做法，非常的 number one、哦、从来没有人这么仔细的带领，所以老师会这么仔细的带领大家能够这样子的配合去用。然后怎么样呢？介绍咒音的大威神力。什么是咒音？念咒是从哪里开始？如何念？如何念？所以这三个呢，老师在5月27号星期六会教大家怎么念怎么样的咒音，短短的，没有很长的。这个咒从哪里开始念？然后呢，如何念？配合七轮。配合水箱，所以当天来参加的时候，记得你先在家里碰好你的七轮，碰好你的七轮再来参加。如果没有水箱的话，没有关系，你来参加，老师先教你，你先练习，你先来练习。哦，记得这一点。或者呢，你碰了七轮水箱再开光，为自己开光的话会更好。会更好。所以记得来参加老师的课之前，先碰了七轮水箱，先开光的话会更好。所以记得是5月27号6点多先来吃免费的供斋，再来认识学员们，再来啊，我们上课，这个是很棒的。好，那么再来呢，会教大家如何怎么样呢？如何跟火合一，七轮合一，再来呢，破除我们的障碍，招贵人感情，跟增加我们的财富。所以老师6月27号会讲很详细的讲解跟操作，在当天。好，那么呢，还没有生产光明跟吸地的话呢，我们就是普通一个人。那么呢，如果呢，老师在5月27号晚上7点半会教大家怎么样呢？第一个呢，如何破除障碍；第二个呢，如何造贵人跟感情；第三呢，如何增加财富。这个是当晚呢，老师呢会教大家这三样东西。那么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如何七轮放光，如何再加火的力量，
再来呢，产生光明。5月27号，老师打错 ，sorry， 5月27号，两个礼拜后，6点多来吃共斋，7点半开始。第一个呢，老师会教大家如何破除我们的障碍，7个轮破掉它的障碍。然后呢，有这个草本放在手上，这个草本里面有特别秘密的方子，老师当天会公布给大家为什么会用这个。然后呢，把所有身上的负能量传到这个草本身上，就念一个特别的咒，激发7轮，然后生命体放光。然后呢，每一个人呢就用这个草本把所有的障碍观想到这个草本里面，然后呢够下在这个火里面烧掉，我们的这个障碍呢全部立马呢一层一层的经过这个火呢烧掉我们的这个障碍。重不重要？超级重要的，这个超级重要的。那么老师就大家再看这个 PPT 了，第一个方法就是破除障碍，从一个凡夫的身体加强我们的生命体，再来火的力量，再来正确的咒音跟观想的话，身上发出这个光明，白色的光明的话，就破除所有的障碍。 I will conduct this class bilingual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so not to worry.哦，老师会用双语来带领大家做这个观想，大家来不来啊？很重要的，错过就错过意义了。我老师每次讲，错过这个班是错过这个意义的。所以老师会教大家怎么讲呢？就是把这个障碍呢，怎么投在这个火里面也是一个秘密的，怎么投在这个火里面也是一个秘密。所以当时老师会介绍给大家。好，那么再来呢，破除障碍的之后呢，第二步我们是做什么呢？第二步，我们是招贵人感情，增加法力，增加长寿，放出的光明。好，第二步就是这样子去做。神不神奇？太神奇了。等到大家的红色的光明一照亮之后，第三个，增加财富了，增加财富了 ，increase our wealth， 生命体放光，火的力量，草本的力量，全身放金色的光，全部合在一起，你的财富就来了。你看看这个 PPT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厉害？5月27号，老师会教这三个很重要的呢，让大家实现愿望，马上实现，破除障碍，增加大家的法力，增加大家的财力。当天晚上会教大家，很难得，很难得。如果大家每个月都来参加的话，会达到很多的 CD。 那么我们的肉体健康，生命体光明，我们的通过火，我们的灵体放光，放什么光呢？5种大光明。放出5种大光明的时候，哇，我告诉你， Your life is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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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ful。达到吗？一定达到的。为什么呢？老师有这个方法，老师有这个方法，所以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哦，5月27号超级重要的。所以那个 Google Form Lily 你可以发出来，在这个或者阿露你可以发吗？ Google Form 发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 Facebook， 所以大家可以报名，所以我们才知道多准备多少个斋斋饭给大家吃了。哦，所以大家来不来啊？真的错过就错过意义了，所以鼓励大家来，鼓励大家来。好，那么再来呢，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6月2号卫赛节，9点到7点有这个，因为我们很多学员讲，老师，我们啊卫赛节怎么办？我们想浴佛，有我们的香巴拉自己的浴佛的活动吗？有的。6月2号，我们有一个浴火活动在 Kitchener Complex， 我们会在这个Telegram 跟 Facebook 推发这个 address， 早上9点到傍晚7点有浴火。这个浴火是浴什么呢？我们有7尊释迦佛太子。为什么是7尊呢？每浴一次佛呢，就是清洗我们的7个轮。
老师讲过了，做任何东西都不能离开七轮的。所以浴佛不只是浴一个，浴七个浴佛、所以呢可以把我们的七个轮给清净掉。这个 is a very powerful method。 还有抄经，还有心经可以抄，再来呢还有 healing， 还有 Victor Hendry， 还有一些的老师呢会跟大家当场呢会送播很快的这个 healing 气法的 healing 预疗呢，都有这个活动。那么再来呢是什么呢？我们有 cut reading， 那么也有我们的学员会 cut reading 呢，会给大家做一个很好很有趣的这个 cut reading。 还有呢许愿纸鹤，我们会教大家做 origami。 那么这个 origami 呢，就是这个纸呢你可以写你的愿望，然后教大家做这个纸鹤，然后供给佛的这个坛城，这样子呢。还有呢可以品沉香，还有做个人的香囊，不同的香料呢做成香囊，你可以配着回家。所以这个6月2号卫塞节非常精彩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带自己跟家人一起来，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很多的活动，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记得我们的约会是什么？5月27号两个星期后的星期六晚上的大同修非常的重要，还有6月2号的卫塞节也非常重要的了。所以大家鼓励大家跟自己的家人跟好友过来参加，记得这个可以拍下来。